们今天有一个主题是日本上班族。上班族主管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汪 AK 平民党议员。上非常不解说，观众今天就决定要观众三十要做妖，大家好。李克小梦，嗨，教主。串家物语的邀请，那因为这边很适合下班大家一起来吃，然后是一个串炸的一个店，对，所以我们今天有一个主题是日本上班族，因为我们今天是有赌注的，最认真的那个人有1000块。首先欢迎我们的一号叫做我爱钱我不能输之郭某小姐，你好，你好，哎，她的腿好美，她腿好美哦。这个是温，好，今天穿的是上班族主管，好醉了，好可怕，真的觉得好心酸哦，好疯哦，好神奇耶，好疯，你是原来，我很大才的，老板你要不要不要看出来我们多缺钱了吗？看得出来，看得出来。马修连来，马修连到底谁啊？小梦是什么啦？小梦就是下班来吧。下班来。那小梦今天要给我们一人1000块。谢谢。我要穿掉，去拿东西。有两种饭可以选择，一个是白饭，然后一个是海苔鲑鱼饭。好棒哦，我要鲑鱼饭。还要鲑鱼，哇，这鲑鱼饭好香哦，超香的。配料很多哎，你想要泡菜？耶，茶泡饭。哎，这边有咖喱酱哎，好酷哦！天然香料馒头这样子，还有奶油鸡肉蔬菜汤，量很重。哇。先沾白色，哦，再沾黄色，嗯，好。一锅不要超过6次为主，以免油烟过重。好，然后请你们也不要放热锅，油在油底产生变化。你要建议油到时间2天多。好。那有些食材水分较多，可以待在旁边小油袋做食用，先拿起来盖到这上面去，以防被喷到。哦，这样。对。好好玩哦，肉类跟海鲜大概是2分钟到3分钟，先白后黄啊。对，先白后黄，那粉才淡淡。不熟的时候先白白纯洁，现在就可以讲一些黄色笑话啦。课长讲得好笑。课长，请你不要这样子。杜绝。你有在玩重金属是？有啊。好期待我们的炸虾。你看炸出来了。嗯。泡面很好吃哦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有些泡到汤里面就会没味道了。嗯，可是这个还很多，很好吃。嗯，好好玩哦。哎，有在记了吗？没有。小梦，你不要记哦。出炉啊！哎，好漂亮，好像外面卖的炸虾，好漂亮哦。可以，几人一人？然后他说他可以放在旁边，一人一只。谢谢。好像。哇，你看你们如果是那种情侣或是公司一起就这样完成，就很有成就感。有哎。很脆，真的很脆，好好吃哦。有时候那个就是去日本料理店或是那种自助餐，他们也会有，可是那都已经冷掉了，我就觉得没有那么好吃。对，那种皮很厚，可是这薄薄一层超好吃的。因为它自助餐超多东西可以吃。对啊，没想到它有沙拉，只是我们没有拿。嗯，对啊。哎，3分钟到了，出炉这边，培根串。酥脆，初学者也很适合，真的，就直接好成就感。店员出鸡店老板。而且每次都有投稿，那种吃盐酥吃到900多，那也不如来这边吃到饱。真的，它柚子酱很好吃，对，很好。它柚子酱真正的柚子，真的。我看一下，这里，你看就是那种柚子。所以你推柚子酱？推，我觉得柚子酱也不错。沾咖喱看，泰式酸辣也好吃。咖喱好吃，它咖喱你可以拿来酱，也可以拿来配饭，因为它有白饭。咖喱好一吃的死了。那个是牛肉，培根好好吃哦，真的假的？来。
培根好像跟着狗什么的就有点像，跟德式香肠，好像德式香肠 QQ 的，你看我吃这种不脆，培根超好吃。这两个也好，那什么也是扇贝哦，四个扇贝，神棒，应该好了吧？应该好了，应该好，谢谢。感觉扇贝适合扇贝，我蘸这个柑橘酱。我喜欢菜丝，可是它的粉炸起来都不会很油的感觉，对，它不会腻，跟外面你想的那种很厚的不太一样，因为它就只是薄薄一层而已。对啊，哇，那牛肉粉超好吃啊！那它的肉是好吃的，好吃，是嫩的吗？是嫩的，不会太老，不会。哎，锅喝什么看起来好？就是荔枝醋饮耶，我觉得超好喝，真的。赞，就吃看牛肉。我们等一下再去拿别的。哎，好好喝哦。不好喝，不好喝，很解腻耶，反正蛮好喝。哇，这里烧三个酱，感觉好辣哦，好。哈哈哈哈哈！冒烟了。你看，它有一个超大章鱼，看起来真的好好吃哦，章鱼烧，很好吃。哎，小小波，怎么正呢？好恶心，好恶心！我们要来吃它的鸡腿肉，人气的鸡腿肉。哦，怎样？好像小炸鸡嘞，很嫩，嗯，好好吃哦，很嫩哎，好吃吗？很棒，很好吃。哇，哇，哇，这鸡跳的好美哦！哇，你好会咬哦！对啊。小妈来帮我们吃鲷鱼烧，好，请吃。请用你精密的数学脑袋帮我们归纳来分析出它有多少的钠，多少的那个碳水。好红豆啊！真的，好好吃，蛮好吃的。嗯，如果是聚餐的话，要怎么样可以快速的？不是，这边快速的拉近距离。恋爱小教室聚餐新技篇です。第一招就是，如果你们吃不一样的东西，你就可以直接问他要不要吃第二个，对不对？好啊，好讨厌。被油喷到，他说你们怎么样？对了，马上能写他。对了，马上能写他。他为什么要吃？就是这样，手被烫的。干嘛叫别人？你们叫炸完要吃吗？是什么啦？热。好明显，好明显。我想演他的丧尸。好。丧尸。电影傻眼。教主都是走重口味路线，就不是警局，就是某条。好啦，就教大家这几招，联营的时候小心用啊，小心使用。真的。好讨厌哦，好讨厌。啊，这是这是。好讲，亚美吐大赛哦，甜不辣？科长不要这样子，科长快住手啊！起司蛋糕跟巧克力蛋糕，巧克力瀑布。然后教主拿的是双奇灵，对，啊啊，一下是双奇灵的可爱的样子，可爱哦。教主只会性感吧？哦 ，sexy。我也要，跟大家说怎么可爱。可爱的秘诀就是你整个汤匙要怎么哦，含吞进，真的假？这样会可爱？这感觉超痛的，这弄到声带，戳到声带。如果这样听起来明显的就很普通，但哎，我帮你用笨的慢点，慢点。在屋顶唱着你的歌，在屋顶和我爱的人，让我爱你是谁是你，让你爱我是谁是我，原来这屋顶还有浪漫的邂逅。现煎的松饼，哦，哇塞，会用得很漂亮吗？
之前可是在汉堡店打工过的。哇，你想象中的松饼，就是你做的松饼。樱桃在这。之前可是在汉堡店打工过的。哦，是现在结账的时候就可以来这边抽这个。对，是每个人只要结账就有。然后每因为它是算人头，所以每个人都可以抽自己价钱的折扣。对，哦，还有很多的加券。哎，它穿红色是黄色是免费的部分。哎，干嘛？现在呢，不仅可以抽这个，然后等一下我们会放一个荧幕，会放一个截图在这边。南港店、台中店、板桥店都可以使用。等一下这个截图你出示，就可以折100块到一月底，然后还可以配合这个活动一起用哦。啊，这是我们的认定贫穷友善的亲善店家。那今天就到这边喽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拜拜，只要投代币，然后就可以去味，它就有喷雾哎。哦，好酷！哎，回头看呐。好好。